小 S 向媒体回应今日因 ins 发言不当引发的质疑风波，先让我静一静好吗？之后 S 妈接受采访表示，她跟小 S 老公已经臭骂了小 S 一顿，她看奥运过于热情疯狂了，同时转达小 S 的想法，每一个运动员都很优秀，每一个运动项目都很棒，小 S 拜托厂商和网友不要封杀她，也希望厂家不要因为这个风波影响到商品的销量。